周斐男二，李晟由陈若轩饰演，女主周斐的表哥，父母亲都在多年前48寨的内乱中不幸去世，备受大当家李锦荣的宠爱。用周斐的话说来，李晟及其妹妹李岩是李锦荣亲生的，她是捡来的，心气极高，但是天资平庸，不甘输给周斐下山历练。后来发现江湖并不是话本子中快意恩仇那么恣意美好，在艰难的摸爬滚打中逐渐成长。剧中李晟的人物设定是从小寄人篱下，凡事都要做到最好，但是却因为天资平庸而备受打击，赢过周斐出人头地的想法滋生扎根心中。一开始李晟的性格并不讨喜，他与他妹妹李岩一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但是在后来的剧情中放开了对周斐的偏见与执念，改学奇门遁甲之术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路，成为了独当一面的大侠。